自信的画册，自信女儿的裸子，去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来学会自首前行。眼界即将远播，我给父亲当模特。故事天天发生，视角各有不同。欢迎您收看《眼界》，我是夏冷。今年年初，61岁的画家李壮廷终于实现了他一生的夙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画册《东方晨雾》。而自从这本画册面世以后啊，李壮廷却开始变得郁郁寡欢了，甚至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按理说，花甲之年出版了自己的得意之作，这本该是一件幸事啊。那么，为什么李壮廷的情绪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原来，画册当中的人体模特就是他的亲生女儿。此举引发了社会巨大的争议，甚至有网友说他这是在乱伦，邻居呢也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让他出门喘不起口。在社会各界的重重压力之下，那么他们现在的生活究竟如何？今天仪式在重庆首都艺术节上，自称国文的画家李壮廷带来了他的作品《东方晨雾》展会系列。再见了一幅以屈原笔下的深闺和郭沫若的孤身神女为题材的画作作品。李壮廷用女性人体刻画了一个神话中圣洁女神的形象，然而这样一幅油画却因为画作中的裸体模特是画家的亲生女儿，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社会各界众说纷纭。我觉得他是要他画画自己热闹的，但是他已经失望了，就是对那个他已经失望了，所以他来说他应该去画别人，别人爱好这他自己女儿去画一画。与普通观众相比，一位烈士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不是好事，不是好事都可以。我就是他，李壮廷先生在画他的女儿，我就从艺术的基础来说，我说这个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这个一百年的历史，我看是不一般。你后面呢？我历史中好起来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支持。这样一幅油画，李壮廷不仅成为了名人，可因为之前只有父子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作为议论焦点的李琴却始终拒绝在媒体上露面，这也让他父女俩以及这幅画作背后的故事显得更加的神秘。如今面对父子的这个议论，他们会有怎样的说法呢？那当初创作这些作品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经过一番周折，记者找到了李壮廷父女俩在德国的住所，可他们更愿意接受采访吗？因为两三次的失误以后，造成了一种有点过力啊，心里面的，看这样心思都是欠了心，欠了心。也许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一个明显的失败的现象。在记者打听孙小姐的协议之后，他的女儿终于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也是女儿李琴第一次出现在媒体的面前。有点小，有点紧张。好的，我们的事业好强哦。我觉得你的眼睛是光鲜。与爸爸李壮廷的谨慎比起来，女儿李琴就显得有一些羞涩了，这让我们很难把她和想象当中的开放大胆的人体模特联系在一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父亲选择了女儿作为自己的裸体模特？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女儿能够放下羞涩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这段话是东方神域主题电视剧光与情的分享关系，一个女神的标准还就是梦想的事物，它等于是生命，所有就像春姑娘遇到这个生命住在那里，就像国中的春天，这个光就代表着他其他的每半边那个人，他早已经来了，他化作一抹阳光，这个题目叫一抹阳光，他化作一抹温暖的阳光，从生命的同时投向星星的从他姑娘的姑娘的心，他不愿意将来这个美丽纯洁善良的姑娘就这个遗弃，他不愿意丢弃她。在这件不大的画室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东方神女的大幅的画作，你看到自己的作品已经不远不远地出现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神情。他告诉我们，自己从此公司的画室自己绘画，渐渐的才能比较有名气，后来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开始专心国画创作。十年前他第一次有了屈原九歌中的商贾形象，以西洋油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想法。他们两个人之处，那个环境，那个自然，那个可爱的动物，这个重大的世界永恒的题材，进入到三国的四国画，必须画，可惜，这个生化是很简单，但当今的中国史，总是我感到非常的困难，我要突破这个关，什么模特？北方的东西。九歌是我国大唐诗人屈原的作品，他描述了一位孤行的商贵在山林中与铁树为伴，约会自己恋人的故事。而在李壮宾的构思中，这个商贵就是中国的女神，是圣女的化身。自己找到自己中意的模特，李壮宾去了很多地方。而如今，时尚现代的女孩却始终不符合她心中女神形象。这个难题困难了很久，也让她的创作一直无法开始。直到六年前的一天，她忽然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苦苦操心的女神就在身边。这是李壮宾产生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想法。我在仔细地发现我的女儿从内在的身材。和他的长相，和他的气质，和他那风格的太久的原因，我从美学的教育当中，他太完美了，我也感觉到他太完美，太符合我要想表现的这个，上天安排了，可能很多事情都是上天安排好了。我现在我是不信迷信，但我感觉到我过去期盼想见到仙女，我身边上天就赐了我一个仙女。在李壮宾的眼里，女儿是完美的，是纯洁的，是他一直寻找的女神化身。可是绘画作品毕竟要公布于世的，需要被人看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让女儿做自己的裸体模特，就要把女儿的裸体示人，把女儿最隐私的部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对父亲还是女儿，做出这样的决定，都是艰难的。我感觉到他脱衣服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很想出去了，出去脱好了摆好了，他那个地方可以掩盖着自己，不应该让别人暴露的这些地方哈。我在这里，我个人应该很喜欢分享这些事情。我当时，当时我画人体的时候，我就是一进来是两个女人皮，是双人皮。他们一进教室的时候就把，就是已经老师是摆好了姿势嘛，哈，就是已经都脱了，哈。我当时我觉得我好紧张，因为
因为我觉得学文凭啊，得是大家的名字才能成为孩子的心脏。他们也许模特注意哪些儿童的表现出含蓄而保守，他们知道自己儿子也许模特在美术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一方面如此跨过了这道重重高度的门槛，而一心就是抱着本意的勇气，坚持了最后一次。当时我是国内四号五中出现嘛，当时呢，我就听说妈妈的意见，还有就是婆婆的意见嘛。我婆婆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就是说她的那种思想来讲，我跟他们说，她说其实，她说他们还说身材好，她就是那个我妈妈说的，她说但是由于生了小孩，身材就不一样了。她你不要看到我现在是这个样子，她就这样子跟我讲嘛哈。她说其实你爸爸话你能够就说。把美丽面那个画纸上，爸爸不会把你丑化嘛哈？哇，我觉得还是可以。虽然丽姐的妈妈和婆婆也同意，但毕竟丽姐是自己的兄弟，丽姐所以自己犹豫了很久。在这个过程中，她并没有很生硬，看到同月良对艺术做出的勇敢举动，想到这几年父亲与东方神女苦苦奉祀的每一个夜晚。李欣终于做出了决定。第一次面对女儿的身体，虽然时隔几年了，但李仲平还是记忆犹新。他很不好意思，他非常不好意思。他知道爸爸，他是外人，爸爸一贯的为人都是很好的，说的老实话。是，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我想的是爸爸话哦，就跟外面的声音是跟那种不一样，是咋的？我想的他不会把我话错，这是一个我们爸的基本功很好，从小非常好。这是一个我觉得他不会说话哦，你这种心情上，我觉得是一种很美的那种啊，我就觉得就可以。而一个就是爸爸呢，他不会去伤害我，我是他的女儿，爸爸就听。在一个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是最快出，他的母亲在中国，因为他的母亲，我的感染也好，我的女儿感染也好，这一点希望媒体能够搞清楚。对，我在画，我在做模特的时候，一个镜子，这个镜子上我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不同体态。从当初东方神女面试的那一刻起。李壮平和李琴这一对父女啊，就彻底陷入到了社会各界汹涌而来的争议漩涡当中。此时此刻，似乎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关注这一组油画它本身的艺术价值，人们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向了画作上的人体，以及那些人体背后的种种的臆想和猜测。从假借艺术之名，打着裸体女儿的旗号自炒婚嫁。到挑战伦理道德的底线，甚至是妇女乱伦之说，这种种的质疑和指责，无不把矛头指向了画家和裸体模特之间的父女关系。东方神女的展出引起了巨大轰动，让李壮平这个之前默默无闻的画家，在一夜之间被媒体曝光之后，当时李壮平还是画展的信函源源不断。从客观上讲，父女俩确实火了。于是有人指出，李壮平完全可以找一个和女儿条件相当的女孩作画，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自己的女儿呢？他真的是打着裸体女儿的旗号在为自己炒作。为什么炒作？我觉得我们还没建立炒作的权利，没有建立这个权利，我没有权利。在李壮平看来，如果仅仅是为了炒作，根本不可能创作出今天的东方神女。从开始构思到创作完成，耗费了十年的时间。从女儿十八岁开始一直画到二十三岁，这期间他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心力。为了这幅油画，李壮平他差点丢掉性命。我看到过周围很多大师们。如何画都有用，我爱过那样画，我不敢画。我想，现在这样，他们也难过。后头因为这个，
我可能多放几万次的钱，两顿三顿变成两顿，两顿变成一顿吃，我吃不着的，身体太虚了，我够吃了。他的女儿打电话，他知道我，我在哪里？幺二零，幺二零声音，他会说我女儿，撑不住。随着网络的转发和媒体的持续跟进，这个以亲生女儿作为裸模的事件，迅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用女儿裸体作画，究竟是对伦理问题的挑战，还是对她的创新和突破？一些专家也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伦理专家研究硕士认为，成年女儿在父亲面前裸体，几乎不可能符合我们的伦理纲常和认知，结果就带来了负面影响。李正平的行为是不当的，甚至有网络评论说，李正平的做法已经涉及到伦理。他觉得就是他是父亲把女儿嘛，好像是他因为他觉得父亲因为女儿裸体不应该在父亲面前呈现，他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就觉得只要是裸体呈现在父亲面前，就觉得有伦理上好像伦理就已经不道德的感觉。但是其实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做了父亲的模特，但其实没有什么发生任何伦理上的问题。我没有否认，我这一辈子没有否认。所以我要跟坦白的说，不管在全国各地，还是在这个小地方，这个小地方哪怕有一百家一个圈，没有一个地方有我的脚印。成为对于伦理道德的评论，也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所谓的家里银河就认为，这其实没什么。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不舒服？那是因为传统观念又作祟了。许多人一看到父亲、女儿、裸体等，就立即联想到亮人，可实际上除了一幅漂亮的画，什么都没有发生。美术评论家林默甚至用“非常可敬”四个字，他认为李察妇女冲破了伦理道德的重重藩篱，为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事实上，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审美与伦理之争。一百年以前，画家罗凯就画了中国第一个裸体女模特，当时还被骂为艺术叛徒，差点遭受牢狱之灾。如今，刘凯夫的大逆不道已被国人所接受，但是裸体模特所引发的审美与伦理之争，至今依然还在延续。李正平妇女的举动，又一次冲击了国人的思维习惯。我觉得我爸爸跟我这句话，我觉得就像一部影片，跟那种一个泡沫那样种感觉。我觉得每一个都不可能是现实中那种出现的，而每一个都像真实的再现。每次我感觉画完之后，我看到我自己都感觉到，就是感觉到特别的，特别的美。东方神女，心系天人大波，气急之下，父女俩又该如何面对？我给父亲当模特，正在播出。是违背伦理道德，还是为艺术献身？无论这场争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对于身处漩涡中的李壮平妇女来说，事态的发展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在这儿，我们不禁要问：在风暴和漩涡的中心，这妇女俩还能够像当初那样平静地拿起画笔吗？我看熟悉了。那是各个方面的照相媒体、电视媒体，他们要求给我们参考。完全当然了，我们继续生活下来，计划生活继续。除了饱受争议之外，另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演出某金庸的作品杂志竟然也刊登出了他的作品，说明陈宇居然和父亲有什么关系。在这其中，作为裸体模特的李晴又能受到了最大伤害。因为他很亲诚、美丽、善良，在这方面投入的太多太多，一种善良的心，一种亲诚的。我觉得好受，他会改来了，他会改来了。我
做事情是高雅，那个高雅。有时候我看到他，那些女孩子都可以处朋友，他能让他处朋友。我有时候经常悄悄为他难过的，那就是一个现实，一个角色。女儿遭受这样大的压力，让女童很担心，会影响到女儿的婚姻和家庭。不少网友也认为，把自己的身体以这样大胆的方式在大众面前抛头露面，今后谁还敢娶这个爱出风头的女孩？对这些说法，李行也非常坦然。小红妹妹，如果十月，好不行啊。也不是啊，也不是，我平时都是你看这个三哥的人都是去你的操心，你要回归三哥的原则是吗？没没啥化妆，就是打了个睫毛膏可能就算了，其实我也不化妆。对呀，晴子啊，再看一下，你说我有点胖。我过去是有点胖，过去是106斤，现在是96斤。有一只独自的姑娘，平时姑娘经常把我给她写生。自从成为姑娘的双眼之后，她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不过李长平认为，尽管身处漩涡的中心，他必须要走出这一步，重新面对生活。大家请注意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李壮平父女俩平静地凝视着远方。也许在这场风暴的漩涡当中，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也许女儿李晴将会承受更多的压力。但是在风暴之后，我想说的是，当年的刘海粟、潘玉良也曾经引起过社会的巨大的反响和质疑。新中国的第一次人体油画展也引来了如潮的批评和质疑声。但现在毕竟已经是一个资讯的年代，我们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人们的惊讶和质疑反而让我觉得有一些惊讶了。当我们审视一幅艺术作品的时候，当然我们读出的是作者的表达，但更多的也在读自己。当你的内心是干净的，我想你看到的画作也会是干净的。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12.27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它拥有世界第四大冰柜，真是必须战胜一切情况。眼界下是为您工作38世纪，带您走进草木皆兵的朝鲜。